家好，欢迎今天又是一场跟那个 Mobile Web 相关的 Talk。小 B 曾经在 Mobile Web 上面遇过相当多、相当多的雷，所以今天他可以把他痛苦的经验讲给大家听，希望大家可以享受他的痛苦。OK， 大家好。其实跟在上一场压力很大，因为其实我没有准备很多料，可是我的料其实很有限。因为其实，在 Mobile Web 上面，我并没有做出很多很多那种大型的网站或专案，就是有经手过两三个小网页，没有看过两三个小问题。好的，所以这一场其实还蛮惨烈的。如果大家不嫌弃的话，可以继续听下去。好，那我的主题是有关行动平台与 Web。我把他们的问题分成限制跟体验，等一下我会讲他们具体的原因。然后呢，行动平台我们指的就是mobile， 就是 iOS 或 Android 或者任何的那种系统装置，当然不算。好，那么呢，那么呢还是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小 B。然后如果你们早上有听我在讲我们工作的场的话，可以，或者是你没有听到的话，我在网上放同影片，你也可以去看。总之，我现在在做游戏引擎。然后呢，我也有出一些业余专案，例如说 Firefox 的套件，例如说一个进入那个游戏街机游戏成立的网站，还有分别告诉 Firefox 跟它全名的。这个是我两个主要的业余专案。好，那虽然说呢，我对于 Mobile Web 的感觉可以总归于五个字，叫恨铁不成钢。这只是我有这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，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去做 Mobile Web 这些东西。但是我跟我的朋友会要合作做了一个他们名的，就是成绩单之旅网站。然后呢，我们也特别有去写手机专门的 UI。然后呢，我们也自己也会用手机，有时候会用手机用它。然后有发现过一些问题，我们有做了很多的调整。然后除此之外呢，之前有被叫去救火，帮忙就是 Mozilla Group 他们在活动之中想要用那个他们之前我另外一个朋友打分，他在桌面上写了一个那个方法游戏。那于是乎呢，我就试着把这个方法游戏做到他至少能够在 iOS 跟 Android 上能动。至于他好不好看是另外一回事，所以我就没有时间去评论他。总之呢，目前有做过大概两个大型一点的 Mobile Web 的发掘，都是这两个，所以给大家献丑一下。好，那么呢 ，Mobile Web 刚才也许大家听过，就是 Pinker 他们讲的那一场，他们把很多那些 Mobile Web 要做的技术的细节，包含 Server 的设定啊，包含调式的调整啊，包含 RWD 或者是 AWD 或者是 RESSI 手段的选择，其实都讲得好了，我也没有必要再重复太多。所以说呢，其实做的是 RWD 值，让你的网店看起来可以用，它能不能用没有人知道。重点在于说，第一个，你这东西顺不顺，能不能用，还有方不方便。其实我觉得在 Mobile Web 来讲，这算是真正的考验你。RWD 是这里面最简单的部分。好，那么呢，所以我们来谈所谓的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限制，第二个体验。什么限制的问题？第一个，手机也慢。再来，手机并不是说现在没有功能都有实作，然后他们的实作会有 bug， 还有一些它是网页或者什么怀旧的问题啊。可是我们一起去投影片里面，没关系。然后再来还有所谓的体验的问题，你像包存 APP 跟做成在浏览器上面跟人家使用，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情境，因为你人家会认为浏览器跟 APP 不同的东西。还有就是界面的问题，还有就是你功能需求的关系。好，那么呢，我想从限制的角度去讲这一些问题。首先，以想要限制，大家第一个会讲的绝对都是效能。你指望这个装置有多快？你要指望它手机多快？手机这个东西很麻烦。第一个，它的耗电量必须比手机少一半，因为你以今天的情况来讲，就算是 Android 或就算是 iPhone， 你至少三天要充一次电，所以你不可能太耗电。你一旦跟笔电一样耗电，你就变成你可能这只手机一带出去半天都没电了，这样不实际。然后你必须要比笔电更轻的吧，好几倍，它必须要能够拿在手上。你必须要能够用 WiFi， 还有什么2G、2.5、3G、3.5、3.75、4G， 还有什么4.5G， 全部都要能够吃。而且你还要它能够拍照，还要它能够 GPS。啊，请问你指望一台这样的手机要多快？我觉得很难，你等10年比较快，这是实话。然后呢？但是呢，手机浏览器到底在哪里慢？
其实这个问题，我到后来比较去追一些有关流量新开发的议题之后，才比较有一个结论，就是大家的想法是这样子：大家都会以为罪魁祸首就在 JavaScript， 其实不然。JavaScript 如果说你只是我们把 JavaScript 单独抽开来，例如说 JavaScript 我们只看它的逻辑运算的部分，其实它已经非常快，虽然它算的还是很悲惨，可是它已经非常快。而且现在呢，所谓的 JIT 加速就是即时编译技术，即时编译技术两段式技术甚至三段式技术都很成熟。那我说一段路径器技术跟两段路径器技术，现在在那个两个的主流浏览器的实作，主要浏览器的实作都很成熟，它就算再慢也不会慢得很悲惨。可是呢，当然再慢也不会慢得很悲惨，所以其实慢的点不在这边。另外一个问题是，当会靠所有 GC 所谓的 garbage collection 垃圾收集，你部件一旦用了很多，记忆体一旦吃光，你吃光了之后呢，它就要花时间回收它，那个需要时间。可是他们也在改进那些 GC 的技术，让你一边跑一边 GC。所以通常那个这两个东西算得挺严重，可是没有严重到很惨烈的地步。真正惨的是后面两个，就是所谓的 DOM 和 CSS。也许你没写过网页的人不知道 DOM。简单来讲，我今天一个 JavaScript， 你做过 jQuery， 你 jQuery 会把你要给他一个什么奇怪的路径，这个路径对他做操作，而加了操作就是对于它里面的 DOM 元件做操作。这个操作本身，因为你是把网页当成一棵树，那棵树的操作很慢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是 CSS 样式表，你对样式，你新增样式，你调整样式，这些东西浏览器都要做额外的判断。所以这两个东西就是对网页的修改，还有说对样式的修改，很贵，很贵，很贵，非常贵。这两个是目前任何浏览器，就是桌面也好，行动版也好，最大的瓶颈。因为 JavaScript 已经快10倍以上，这短短这几年 JavaScript 已经快10倍以上，所以现在大家的重点开始落在 DOM 和 CSS 的问题之一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，就是 layout 这个就是最终成像，这个东西也很伤。因为你就算你东西都画好，你会发现自己你手机的记忆体可能没有办法去 handle 一个长达30页的资料，它可能都变成要，或者可能都变成要想办法先一部分一部分读，或者是全部读下来想办法快去。因为你桌面的这个浏览器够快，记忆体也够多，你可以一次很顺利的读完，可是手机不然。其实现在这个问题也没有完全被解决，因为像我自己用 Android 上面的 Firefox， 找到页面长过10页以上，你一卷，它整个浏览器就会卡住，就是类似这方面的问题。你的桌机不会是因为它够快，它来得及再继续，它来发现说哦，页面变了，把它 refresh， 然后赶快 refresh， 然后 refresh。可是手机是滑 ，refresh 点点点，滑点点点，滑点点点。所以其实说，我们在讨论浏览器慢，就是呢，我们要把 DOM、CSS 还有所谓这样的要素都考虑进去。但这些东西很难修正，一方面是浏览器厂商要修，一方面你自己的想法也要修。功能上，其实 CSS 很多方面的支持都不完善，最主要包含卷动类的东西。就是这个理由也跟手机的卷动需要做对象化的关系。例如说像 position fixed， 以前我们在写 CSS 的时候，大概在4-5年前，我们就可以说我把一个哇，喂，对不起，那个按错，好，我乖乖乖，不会。好，我们以前可以说我们把一个上面条固定在上面。它结果还是固定上面，这个东西叫 position fixed。可是东西呢，一直要到 iOS 5才开始支援，发现有听说很多问题。Android 的2好像有开始有了，可是呢，在我的经验里面，手机曲板卷动都有很多问题，这只是其中之一。好 ，Android 也存在一个长期以来的问题。Android 的浏览器它对 Click 的反应比较敏感，你 Click 只要你动放，它可能会有很明显的延迟。你不像说你一般按钮是扑嗒扑下去，哎，就是按钮是你要咚啪，它才会感应到。那个延迟，那种说你按下去的时候咚，它可能要等0.1秒，它才会咻，它才会反应出，或0.3秒才会反应出来。然后这个问题好像是 Android 当初定义的设计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一直到很晚很晚，听说最后两个版本好像就不要出到这个问题了。对，然后 Android 碰到没有修。总之 ，Android 的 click 很慢，所以说
所以说大家对这个东西好像都有自己的一定知道，例如说把它换成用 Touch Star 他们的那个实作，很多我看过这种类型的实作，当然其他平台不是备载。最大的问题是，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跟上这些浏览器。iOS 还好，是因为 iOS 基本上大部分现在的状况是你的浏览器都有三年的更新周期，就是你三年前买的PC应该都能够升级到最新的 iOS， 可是 Android 不然。Android 来讲，这个周期是半年到 1.5 年，能够支援到 1.5 年的PC 就到奇迹了。所以再一次，我要放一张图，还没，等一下。是啊，我因为有的时候放对了，所以我从里面都错了。好，在低浏览器很脏吗？我在 iOS 跟 Android 里头遇到以下的一现象，这东西不知道为什么推到一现象。第一个，这是不可以出来的 CSS position， 对，恭喜，这是不可以出来的 CSS position。CSS position 照理讲也是从 position， 例如说我可以对 position 做操作，从一个点移到另外一个点，中间经过几秒钟，用什么方式，用线性还是用什么方式。可是呢，一旦你把起始点指定为，例如说在 iOS， 如果我们在做方块的时候，当你的起始点设在你的画面外面，它有的时候就是不给你跑出来。Android 跟 iOS 都有遇过这种灵异现象，而且我一直都不知道怎么解它，最后就想办法让这个动画 disable 掉或者干嘛。可是呢，这个就是全世界会有很多这种问题，然后尤其在 Android 的 2.x 左右，做的是 4.0 的预设浏览器，不是说 Chrome， 那 4.1 开始才会这个出厂的手机才有 Chrome， 在 4.0 的一般的网，这是所谓的网际网路，就是你看到那个网际网的 APP 很多问题，那个 WebKit 的超多问题，第五张这样子，然后呢，我在 iOS 模拟器跟实际也都有遇到类似的状况，这是第一个。然后通常呢，用 3D Transform 会好一点。你如果改用 3D Transform 做，因为现在大家的建议是因为 3D Transform 资源比较好，而且 GPU 加速比较好，他会建议你说你要把一些特殊的全新的效果，或者是把一些特殊的滑动之类的东西都用 3D Transform 做。只是 3D Transform 比 bug 比较麻烦，因为它是 3D 的东西，它是 3D 的东西，所以会比较麻烦一点。还有坏掉渲染结果。他就是说，我如果这边一片紫，我怎么这样到它这里变成一片紫色？还有卷不动的网页，这东西我明明给它 overflow 给它类似的东西，这花它就是给我卷，它这个列表我就是给我卷，还有我是按钮就是按不到 ，etc 很多，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说，再上方这张图 ，Android 烦死了，对，了解吗？第一个找时间，找我们的机器，找部长。对啊，花时间跟老师对白话，或者是你相信某些 project 会解决你的问题。第二个 Green Mobile， 其实它在做网页方面其实做了很多，已经修正了很多问题。可是在我的感觉里面，它缺乏对 APP 方面，例如说很长列表那种最佳号，我不知道我没有，也许有，你可以反驳我。可是我目前还没看到。还有像是之前开架 Facebook 说那个 Facebook Web 做不好都是他们的问题的正确啊，他们其实也对于 WebKit 跟 IE 做了极大量的优化，所以他号称能够在 iOS 跟 Android 跟 Windows Phone 上面做到一个还不错用的 App 环境，可是他不支援 WiFi， 所以不想管他。对，这个东西他们说的还不错，而且他们放出来的 demo 也还能用，可是我一看到 WiFi 后面我会动，我就不想理他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去年的创业，就是 Canvas， 他们号称是用 Canvas 还是用 WebGL 之类的技术完全重科之后，他们好像是用其他的渲染就是完全重科一个 UI， 所以他们也许可以得到 DOM 的问题。他们现在已经有 demo 放出来， Canvas Framework 一直得到不知道什么，一直都还在 close beta，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只是讲一讲而已，希望他们可以做得很好。好，讲完了限制的部分之后，我们剩下五分钟可以来讲体验的部分。其实体验部分是没什么好讲的。请试着举手，这是体验的部分。你要是用封建的包成 APP 吗？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个人建议是，请务必依照每个平台作为 APP 的设计，这个有原因。因为现在的设计虽然越来越像，是越来越不一样。或者是你是用软件提供，其实这两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分手机的桌面板，或者是要留要看哪些功能。刚才听各位的人都讲得很清楚，就是所谓的纯的 RWD 跟所谓的AWD， 就是依照不同
依照不同 device 提供不同页面，或者是所谓 RESS， 我还在同一个页面，可是我侦测它是手机还是平板，然后刚我侦测它是手机还是桌面，给它不同的页面。总之，这是三种技术的辩论，目前大家还没有绝对的结论。所以说，形式的举手就是旗舰的主要部分。但是呢，我们来看几张图。第一个，为什么说要你用 VPN 包起来之后，这个特别要注意以下问题？我们来看，这个是 iOS 7，它的信件 APP 即将要做的长相。那个为什么我们讲 iOS 6？因为过时了，因为说要出 iOS 7，你不跟上会死。对，所以说你看，这是就是同一个 App， 它的设计逻辑，例如说，就一样是平面设计，你 Android 跟 iOS 的 style 还是不一样。然后呢，它有一些小细节的部分，例如说它整个长相啊，例如说它颜色的配置啊，按钮的配置啊，它很明显的这个地方没有办法看出来，就是iOS 希望你 keep 在下面 ，Android 希望你 keep 在上面。对，而且是 Android 的 4.0 过后，你去翻 Google 官方的 design， 它很明确的规定你 keep 在放上面。所以说，像这种很多小细节，在设在针对不同平台做最佳化都比较注意。这方面的话，我觉得台湾的一些政府的 APP， 或者说，尤其是左边那个。我基本上认为这可能是封面不错，因为我看他的预览图 ，iOS 跟 Android 都是一模一样。尤其是你没有去做平台更加化的话，就是看起来很悲惨。讲白了，就是会看起来很悲惨，就是这个东西，这个人是个外国人，他是外国人，他虽然是个 App， 可是他看起来就是不是 App， 是真的很尴尬。那就是好一点而已。对，只是因为他跟他本身是完全另外一个 list， 所以他 list 的那个配色没有办法跟 Android 的原生格局去混合。我猜他前三年都没有确认。对，然后所以说呢，这个是有关企业很大的一部分，就是不要让人家格格不入，至少要做到像 Facebook 这个等级，最大公约数。其实 Facebook 的设计是尽有可能的做到，尽有可能，它的设计其实很厉害，所以它已经放弃 Web 了，所以其实讲它不是很好。是就 Apple 的设计来讲，你看它在 iOS 跟 Android， 例如说它 iOS 6上面有做建成，可是它 Android 上面都是平的，它有注意到很多小细节，而且它尽有可能让每个平台长得一样，可是却去注意到那些每个平台的细节，其实这很困难。其实我觉得它这两个 APP 的差异，就是小心的比它还是比得出来，就是你还小心我还钦佩的。所以说，这个最大公约数的设计可能是你在包 APP 的时候一个可行的做法，可是你要需要一点时间去研究它们每个平台的特色。然后呢，第二个刚才 Pico 讲的比较好，我们就切换什么呢？今天因为人家网络很慢，所以说我今天例如说我评论。我的网站的评论可能要等个十分，可能要等个三分钟。你就挑个选项，你要不要打入评论，下端它去。然后或者有的时候呢，会有一种最讨厌的情境。我开了一个网页，就例如说你可能假如说是用电视 RESS 方面，我如果是手机，我就给它手机版。这种解决方案有致命的缺点，我要什么功能，我只有在桌面才有。因为那些 RD 觉得，或者是你们那些部门的人觉得，我今天手机版不需要什么东西，我把它拿掉。可是偏偏我今天应急，我就需要那个东西，那怎么办？所以变成说，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缺点，它就变成是一个你要是 RESS 还是走所谓 AWD 的一个缺点。所以有的网站是它是可以两种版本，或者想办法切换。或者是现在我针对 RESS 的问题，有很多的手机浏览器，所以干脆提供你的选项，在 Android 里面 ，Firefox 跟 Chrome 都有个选项叫做开启桌面版网页。你假如不是运用 RESS 写的网页的时候，你可以就按下开启桌面版网页，它就会送你桌面版的 user agent， 它就开给你桌面版。对，所以说呢，这些大概都是所谓 mobile web 的体验上面的部分。对，你要做成一个 app， 就让它真的是一个 app。然后是一个网页，就它真的是一个网页。还有另外一件很麻烦的事情，网页有导览链，网页有它自己的导览系统。例如说，你卷到最上面，它有网址链，然后呢，它有工具链。然后虽然说 iOS 跟 Android 最新版都允许你要都会在往下卷时间去追荧幕，都他们都有这种功能了。可是它毕竟还是网页，网页的上级也很动，或者是说你的网页的上级也很动。然后呢，你不能再做一些奇妙的导览，就是说你在上面放 tab 很突兀，因为它还是网页。你在网页里头放奇怪的导览，人家会跟
原生的浏览器的浏览通道。对，所以说其实你是 APP 就要让它是个 APP， 你要让它是网页就要让它是网页。至于以后有很多可能性，例如是在 Firefox OS 他们在打所谓的 Web App， 或者是说像有很多很多基于新的 OS 它跑出来，你们要怎么对待这些东西做最佳化，其实我还是没有一个定论。只是呢，之后一页我再讲讲我自己的心得。手机一年出一笔换值，然后如果你等 bug 消，那就什么事都不用做了。你等那些 bug 都消掉，你什么事都不用做了。所以说呢，时间也行，但是时间虽然它有可能会解决那些技术问题，可是呢，你的体验是现在可以努力的东西。你可以试着说，至少要在 iOS 上看起来很爽。那 Android 上不爽没关系，反正我没有 Android 的，或者是反过来，我在 Android 很爽，可是 iOS 在家没关系嘛，反正我是果粉，对。总之，我觉得这个体验是大家可以开始努力的东西。技术的话，就要是有的是你要去先研究，有没有可能绕过它，绕不过去的就等待时间去解决它。好，那么以上就是我今天的演讲。然后呢，我自己也是这样子，就是你到之后玩这种 mobile game 之后，开始天天自己的 mobile 库，开始买手机，再买平板，再买一个有的没的，因为你没有在机器上面测试最准。当然，iOS 模拟器太快 ，Android 的模拟器太慢，这问题都很考验。对啊，所以有时候还是要买机器，很麻烦。好，谢谢大家。